大家好，我小范，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这个养殖场的视频了，因为前段时间是三伏天，养殖场的话尽量不要打扰，今天的话天气比较好，我们趁这个空档，给这个养殖场这个池消一下毒，然后查看一下这个石蛙和鱼的生长情况。今天我们用这个聚维酮碘消毒。大概八粒就行了，不均匀一点。看一下，水里这个泡腾片已经开始，起效果了。放下。那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一只公的石蛙，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去看一下，这石蛙和鱼混养的，这个。我们现在只要蓄水就行了。然后把这些鲤鱼全部倒出来就行了。好了。这个石蛙池已经消毒清洗干净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大家支持。